我找到一个宝藏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真的是掉下来了，我猜，我两眼一黑，我猜你掉下来啦。 一头猪，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哎，这个猪还会飞，我真的笑死！这可是灰猪，这个是天蓬元帅对吧？看到没有？大冒旗飞猪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！就问你，你厉不厉害？厉害！这老厉害的了。